Mr. President, your army occupied Yan'an City last year, but you haven't found the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stead, you have retreated from the northeast and the Battle of Shandong. Mr. President, our Congress has already begun to doubt the costs of this war. 魏德曼先生，你们对战争的看法未免有些太悲观了吧？ Mr. President, do you have any new measures to get rid of Congress's doubts? 魏德曼先生，我们有一系列的新举措，就是在短时间内将战争局势扭转过来。 Mr. Zhang,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 don't know if you have any good way of turning this defeat into a victory. And if you do, then let's hear it. We cannot explain ourselves to Congress in a mysterious Oriental way. 对付共军的新举措，马上就会有好消息的。大家快过来，快，赶紧送进去！哎，小高那边还有，我的粮。 徐浩同志，你有什么发现吗？司令员，据我看，这是B-25型轰炸机，弹型只有两种，一种是汤姆逊凝固燃烧弹，还有一种叫库克强爆弹，超低空飞行，密集，精确投弹，在国民党的空军里。 只有王牌飞行员才能做得如此的干净和漂亮。你判断的很准确。据我观察，当时那架敌机就是紧压着树梢投弹的，干得的确漂亮。至于干净吧，倒也未必。你看见没？这炸的完全不是地方啊！好，你们看，在我们这一片，像这样的老槐树很少有。哎，这附近还有这么大的吗？在南山柳树沟。 也有这么一棵大槐树，哦，司令员，嗯，依我的判断，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敌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坐标的呢？徐浩同志，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彻查到底。是。 是的，他们分析的有道理，应该是误炸。敌人真正要轰炸的目标，可能是我们的兵工厂。兵工厂？你们怎么认为敌人轰炸的目标是我们的兵工厂呢？报告首长，是坐标问题，在村口和兵工厂都有一棵类似的大槐树，敌人是以树为轰炸坐标，结果飞行员高空飞行识别错误，造成误炸。 报告，进来。南京密电。好。不管是真炸还是假炸，陈南庄现在是安全的。周副主席，敌人轰炸了陈南庄，中央首长的行程会不会有危险？等我跟他们商量以后，再通知你们。 你们回去以后。
先查一下泄密的问题，这个坐标究竟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校长，您找我。这次轰炸行动失败，必定会打草惊蛇。你即在最短时间找到毛泽东，不要学周至柔，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是。 党国局势已成危急存亡之秋，情报部门各同志需以牺牲之精神，忘我之情操，决战共党。授权毛人凤统筹各战区，动用一切之手段，寻找匪首，立即启动利剑计划。送交保密局机要室。 局本部的情报应该到了。局座刚打过电话，他已下决心了。有迹象显示，毛泽东已经东渡黄河，离开延安，到咱们这儿了。看来，我们的潜伏人员又有了新的情报。陆连长，有。除了平时的哨位，这儿、这儿、这儿，还有这儿，24小时站岗。 不许让任何的闲杂人等通过。是。张排长，有。这里和这里要加强夜间的暗哨。是。李排长，有。这儿，还有这儿，一定要有24小时流动的巡逻哨。是。我们干的是保卫工作，要注意保密。保卫，首先要保密。上。 不能告知父母，下不能告诉妻子。如果不保密，何谈保卫？你们给我听清楚了，即便是睡觉，也要给我睁着眼睛。是。自从上次敌人轰炸后，我们已经把流动哨延长了50里，加强了空中监测，配备了6部电台，都是按你的要求布置的。 敌人不会只在天上，会全面渗透。我们的工作要越细越好。同志们，上级首长要来我们这里，我们一定要把伙食搞好啊！是。从文同志，你是司务长，你一定要保证供应。请首长放心，一切按照您的指示办。所缺物品，我立即去进货。好，你要记住。 这里的情况不能对外面的任何人讲，你要绝对保证供应的安全。是，绝对保证。
都到了。哎呀，今天啊，有两件大喜事啊。一件是彭德怀、贺龙胜利的收复延安的捷报，一件是林彪、罗荣桓关于东北战局的来电。这两个电报来得非常及时啊。大喜，你还不知道呢。你来之前我们就在说，这两封电报要再不来，主席还有两个通宵睡不着觉啊。东北这一仗啊，林彪能不能胜利的拿下辽沈，对我党我军解放全国大局十分重要啊。大家啊，各抒己见，讨论个结果出来，然后我再草拟一份，把中央的意见啊传达给林罗二位。这头一仗必须要打个开门红啊。好，我看还是请朱老总先说说吧。好。小姐，这有人吗？坐吧。谢谢。一杯苦咖啡，牛角面包。冬天过去了，夏天就快要到了。先生，你的东西齐了，谢谢。小凯文你好。问老板好。有行情吗？克农啊，有事吗？潘汉年的电报，刚收到的。蒋介石让毛人凤立即实施利剑计划，没有具体内容啊。具体内容还没搞到手。来者不善啊。首长，嗯，扶贫电台又有活动了。
哦，这是中社部的来电。屈膝，敌人有一个利剑计划。利剑计划，什么内容？不清楚。是蒋介石派毛人凤抓的。哦，毛人凤，利剑，莫非跟李德胜有关？首长，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毛人凤确实最近询问过李德胜同志的去向。哦，快，抓紧落实利剑计划的具体内容。记住，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谨防内鬼。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有的法子都用上了。哼，你们这样。让我下一步怎么实施总裁的利剑计划？嗯，王秘书到。命令保定站加紧侦讯。是。您放心，我向您保证，我们在东西北三面的山上增派了岗哨和观察哨。嗯，一旦有情况。警报一响，李德胜同志将以最快的时间撤入洞中。我的建议啊，要准备一副担架。是。嗯，好，请坐。龙振啊，嗯，主席的炊事员党爱民同志也来了，要专人做专人送，不许让任何人插手。这样最好。另外啊。我们还准备了一头大肥猪。好，给德胜和中央来的同志们补补身子。荣臻同志考虑得很周到啊。前两天主席还跟我说，好久没有尝到红烧肉的滋味了。同志们，现在国共决战的局势已经形成。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了。城南庄距平津保定都很近，一定要严防国民党敌特分子的破坏。我再给你们提两点要求。第一，主席的住所要严格保密，不许让任何人靠近。第二，主席的活动还是要有所限制。总之，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徐浩同志，你的任务很重很重啊。首长，请放心，我们明白。谁呀？我。哦，孟经理呀，您怎么来了？啊啊，到军区办点烟的事。哦，好，谢谢。那里边坐吧。好。你的机会来了，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上面说，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将你连升三级，你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别靠近。哦，我是来问一下首长对伙食有什么要求。现
现在不行。主席，我错了。你么子错了？寡妄自大，不执行中央渡江南下的命令。认识吗？还算深刻，啊？请中央处分。已经决定了。无论多重，无论多重，你都要当好华粤司令员兼政委。啊？那陈忠呢？到中原局工作。啊，不行不行，我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哎呀，大丈夫为国立功，正当其时。我说苏玉啊，你锁啥子嘛？华粤离不开陈忠啊。乱弹琴，哪一个讲的华粤离不开我陈毅啊？胡扯！苏毅同志，中央已经决定了。那陈忠到中原局以后，还得接华粤的司令员和政委。这个就不好办喽。那就任命你为代司令兼代政委吧。哎，主席，这个行。所以啊，我要记上你一笔账啊。莫使上，抗上。去坐，你爹。谢谢汪小姐。大叔啊，你咋老是半夜忙活呢？啊，我的那个手掌啊，跟别人不一样啊，别的那个黑天呢，就是他的白夜，他的白天呢，就是别人的晚上。大叔啊，手掌哪儿的人啊？这么能吃辣？哎，南方人呗。啊，哎，听说啊，他那儿。吃奶的娃都吃辣子嘞，南方哪儿啊？俺也说不清楚，好像是，哎呀，怎么了？哎呀，你给迷了。哎，你请请，我来吧。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你赶紧用水洗一下就好了。哎，那好，谢谢了。哎，我来接。许部长，刘司部长，哎，啥事儿？我不是说过吗，客人的饭，咱不碰。这事儿啊，不怨刘司部长，是我的眼睛给迷了。是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情有可原。不过，我再重申一遍纪律：客人的饭，只能由党师傅做。是。啊，忙吧，哎。孟经理，我的烟准备好了吗？哎呦，稍等稍等。那经理，我先走了。啊，出去吧。哎呦，我的大手掌啊！坐坐坐。
有情况没有？来了不少人，吉普车都停满了。都有谁呀？不知道，我根本没法靠近。都是大家伙吧？反正都是带警卫、吃小灶的。有，他没有。谁呀？应该有吧，从文呐，找到他，金条可就得拿麻袋装了。到时候你升官发财是一定的了，你老娘也跟着你享清福喽。你再好好想想，到底他在不在啊？人家一直在屋里，足不出户，我根本就没法照面。哎。他住哪儿？应该是聂司令那间房。哦，这个人是南方人，很能吃辣。白天不起，晚上不睡，一天三顿饭，有两顿都在夜里吃。不是他，还有谁？你想想，住聂房。白天睡，南方人吃辣凶，专人做，独自吃。你再凑进去看一看，要是谎报军情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云霄啊，舒心，立刻发到。是。首长，哦，小同志啊，我就到外面的大院啊去转一转。饭已经做好了。行不行？啊，司令员有专门的指示，首长不能单独出行。这个聂荣臻，分明是关我紧闭嘛。这就走。你把他喊来，就说我李德胜要自由，要自由啊！啊，首长，还是不能出去。站长，密电。好，好，马上给南京发报。是。我部立即行动，即刻开始。本部侦讯到，算了，不发了。我们兄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子上，凭什么让他毛人凤抢了头功啊？好，我决定了，先斩后奏，让毛人凤也看看咱保定这儿。不是吃素的。站长，行动队的人来了。站长，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行动队准备好了吗？随时待命，为党国献身。好样的！黄少校，把行动计划交给常队长。
敌人是怎么知道这个坐标的呢？徐浩同志，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彻查到底。是。我再给你们提两点要求。第一，主席的住所要严格保密，不许让任何人靠近。第二，主席的活动还是要有所限制。总之，一定要确保主席的安全。徐部长，有情况。这么晚了，怎么还要出去啊？我不放心，我出去看看。不许开枪，不许点赞。是。争取着火的。徐部长，走，没事吧？哎呀，受这么严重的伤。哎呀，没事，这一点小伤而已。说的轻松。哎，怎么没有听见动静啊？啊，这伙敌人是化妆潜入的。你想，让他们摸进村里是多危险的事儿啊！我们还抓了一个活的呢。哎，正在组织连夜审讯。你干嘛不开枪啊？中央首长一直到了晚上还在工作，正在为了全国解放谋略大事。我们的保卫工作就是为了给首长营造一个安静的氛围，所以不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坚决不能开枪。再说了，这一开枪惊动了首长不说，那还有全村的老百姓呢。那你就不顾自己的性命了？方芬同志，我要好好的教育你。你今天怎么了？婆婆妈妈的，你别忘了，我们可是军人。我还是一个有丈夫的女人。周副主席，昨天晚上化妆潜入的这批敌特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幸亏我们的暗哨发现的早，要不然就会开枪惊动了主席。你的胳膊怎么样了？已经好了。敌人这次的目标很清晰，想渗入城南庄搞暗杀。你的判断呢？据连夜审讯的敌特交代，他们这次的目的就是潜入城南庄搞暗杀，是有备而来，可能还有内应。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内部有敌特分子活动？是的。我同意你的判断，徐浩同志，你是我们自己送到苏联去培养的反特专家，你应该知道保卫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保密。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个内鬼，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是。这次行动证明城南庄防范严密，我们根本不可能强行渗透。继续说。我认为用刀用枪，共产党都能提防。站长，我们能否动用他直接下手？看来这次必须让他参与行动了。时间紧迫，但要注意掩护他的身份。有种新型毒药可以让注射活物24小时后死亡，我们配合他从食物上下手。好，你们马上准备，让他立刻实施。师傅，
呀，徐部长，怎么样？还好吧？最近挺好，挺好。这是小李，有什么需要帮忙、需要采购的，你就找他啊。不用麻烦了，明天咱们这不是有集市吗？我想出去转转啊，看看能不能给首长换换口味。首长爱吃鱼，我去看看能不能弄条来。好，好。有事您就说话。行了，行了，行啊，好好，找我找他都行。好好好好，忙吧忙吧。哎哎，慢走啊。哎，哟，这鱼看着可挺新鲜的。我们这是今天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您买几条吧。好，那今儿我就多买两条。好嘞，您挑一挑，要哪条？那条最大的。您买鱼啊？哟，师傅也来了。哎。这鱼不错啊，挺新鲜的。是是是，您买一条。哎，来一条吧。好嘞，那就把这条最大的呀，给大师傅盛。好嘞，闺女，赶快给捞。好嘞，哎，挑这最大的啊。您慢点啊。啊。哎呀，这条可大啊！慢走了。那您慢走啊。慢走啊。常来着点。好嘞，好嘞。哎，首长今天晚上打牙祭喽，好久没有吃鱼了。首长爱吃鱼啊？哎，那还等什么？快坐呀！啊，坐。呦，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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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老师，老师，哎，你这也是为革命做贡献啊！到时候啊，我给你立上一功。大民，哦，哎，徐部长。啊，哦，做鱼啊？啊，哪儿来的鱼？啊，集市上买的。哦，是您亲自采购的？啊，哎，这不半道上还碰见刘四五长。对，先养两天再说吧。啊？先养两天。哦，哦。张师傅啊，先给首长做个红烧肉吧。是。徐部长，慢走啊。从文呐，这批装备可都是好东西呀。让你见识见识。怎么样？哎，怎么都成我一个人的事儿了？小点声，你怕别人不知道是吗？咱们不都说好了吗？负责情报，不负责行动。别人倒是想负责呢。哎呀，从文呐，还是你哥有先见之明啊。他说你是司务长，从吃的方面入手，更方便。拿着。张师傅，你的事情比天大，我亲自按照清单划拨食材给你。好好好，你先休息一下。哎呀，不用不用，我不累啊，我看着你一块弄。红辣椒，
唐师傅啊，你这个工作不简单啊，饭菜做得好，首长身体才会好。哎，老王，快去给党师傅泡茶啊！哎，记着啊，用我那个好茶。好嘞。哎，不用不用不用麻烦啊。哎，这怎么行？可这可不行，这哎呀，没事没事，这怎么行？这你放心吧。各位好啊，唐师傅，齐了。老黄啊，闻着肉味了。主席，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请您用餐。主席，您该吃饭了。哎，龙川，坐下，我们一块儿吃啊。我们边吃边聊吧。啊，来来来来，好吧，坐下坐下。哦，嗯，香啊，先尝尝我们湖南的红烧肉。党安民同志的手艺啊，还不错呢。主席，还是您吃吧，这肉啊是专门给您补身子的。嗨，你别客气嘛。干脆啊，我们不分主客，一块儿吃。啊啊，好，谢谢主席。嗯，来，嗯，怎么样？嗯，不错不错。来，先来一块。上次遇刺之后，我就处处小心，没有尝过的饭菜啊，我绝不上桌。我给阿黄喂了一块肉，转身就去端托盘。天方去地，天罡是明亮的天，天方去地人民好。阿黄，阿黄，唐师傅啊，从你开始喂阿黄到阿黄毙命，多长时间？就个短菜转身这功夫，应该不超过两分钟。两分钟。这件事除了我们两个人知道，你还？唐师傅，你可是最后一关呢，请首长放心。你是高保卫工。
你找谁？你再仔细看看。邓政委，您这是？你啥子眼神喽？怪那身行头，就认不得我喽。刘司爷，哦，回来喽！哎呀，你们看啊，嘿嘿，我们的邓政委变成邓先生了。哎，你这份装束很儒雅啊！司令员十万火急把我从根据地召回来啊，不是为了专门品评我这身演戏的行头吧？如果没有急事啊，那我就先回房换衣服去。哎，我还是喜欢穿军装。哎，换衣服不急，把你召回来，的确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哦，你看。谁来了？哎，这个总院区第二书记陈毅前来报道。哎呀，陈老总，你来了。主席他们都好吗？好，好得很了。啊，哦对了，主席啊，还要我再问你们两个好了。啊，哎，两年多没有见到他们了，很是想念呐。哎，主席讲了啊，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扭转了这个啊全国的战局啊。主席啊，带着那么点人跟胡宗南在山沟里边打转转，我们担心死了。陈总啊，你们干得好，消灭了74师，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刘司令啊，这都是主席指挥得当哦。啊，哎，陈总啊，你这个华野的大司令员兼政委到我们这儿来取救了啊？哎呀，这样啊，都是中央的安排啊，啥子高就追究啊。再说我是个老党员了，这个道理啊我晓得啊。哎，就好比中央啊叫我陈毅当一个厨子，我呢就给他做一顿好饭，让这个蒋介石啊吃得紧，吐不出。哎呀，很有意思啊！我们三个四川人聚到一起来了。人家说啊，四川人在川是一条虫，出了川就成龙。好，三条龙拧成一股绳。就是蒋介石的上吊绳，对头，啊！滴水不漏啊。我每天都是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我觉得徐浩就像一只猎犬，随时都有可能咬断我的脖子。站长，密电。给南京发电。怎么说，我们先斩后奏啊！快啊！在哪里？河北省抚平县城南庄。这里。离保定很近，离北平也不远嘛。正是。情报可靠吗？绝对可靠。何以见得？我的部下前几天见过他，相距不过10几米。切勿。古人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现在的局势，我们只要把他共匪，就成了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国军就能
绝处逢生，反败为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以四两博千金呐。校长英明。七无啊，这个事情你亲自去办，凡事之败都在事机不密呀。是，学生明白。嗯，城南庄电令，立即电令周志柔、徐康良，北平空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统一交由毛七五指挥，配合利剑计划，可望奏功，不得推诿延误。我们异议。何诺，你先讲讲。我们已经粉碎了敌人的数次阴谋，现在看来，敌人可能要孤注一掷了，所以请大家过来一起议议。看样子十有八九是从老毛来的。潘汉年同志也是这么估计的。这样吧，既然大家的意见都一致，我看就让主席尽快的来西柏坡吧。大战在即，我们本应让主席把更多的精力和智慧用在考虑战略问题上。既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提议啊，让荣臻和许浩同志先征求一下主席本人的意见。嗯，好，我同意。难得毛局长大驾光临，副长官本来要来，但临时有事儿，委托我代表他，略尽地主之谊，略备薄酒，为毛局长接风洗尘。谢谢副长官的厚意，谢谢严处长。欢迎毛局长。毛局长怎么有时间来北平啊？闲来无事出来逛逛，顺便到古站长这儿来看一看。毛局长，您可要不吝赐教啊，我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古站长，你一年前破获的匪谍案，校长可是一再夸奖啊。不敢不敢，还不是因为您毛局长运筹帷幄，领导有方啊。古站长，你本是共产党的干将，可是对付起共党来比阎王还狠呢。啊，毛局长，按说您是毛泽东的本家，算计起本家来，您比尖椒还辣呀！啊！哎呀，真是精彩啊，精彩！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严处长文武全才，天下谁人不识君呢？党国中兴全靠武备。望京城团结，克力同心。来，让我们为党国的利益干杯。
干杯。干杯。中收部加急电。快，让陈工部速查，请中收部协查。是。您可来了，徐司令好啊！周总司令已经吩咐过了，一切都听您的。你们这里有多少架飞机啊？战斗机24架，轰炸机8架，侦察机2架。明天检修所有轰炸机，加满油，装好弹，待命。是。尤文同志，你辛苦了。刘文同志，因为时间紧迫，我只好违反纪律了。你做得很对，毛人凤这次来干什么？中央非常关心。来，他口风很紧，只说视察工作。武正文好像可能知道一点。哼，这个老狐狸。他们的话里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异常。对了，武正文说，毛人凤是毛泽东的本家儿，整本家儿，心狠手辣。整本家心狠手辣。毛人凤去过什么地方？刚去了空军司令部。空司？他去空司干什么？不清楚。我估计是动用飞机。你觉得会在什么时间？大概就在这一两天。我马上报告中央。另外，你看能不能在飞机上做点手脚。德胜同志，中央书记处主张你走，我看你还是走吧。龙正啊，要逐客啊？不是我要逐客，是因为敌人的利剑计划就是针对你的。情报可靠吗？可靠。利剑，我们可以断剑吗？是您亲自采购的，啊！哎，这不半道上还碰见刘司务长，对，先养两天再说吧，啊？先养两天。哎呀，从文呐，还是你哥有先见之明啊。他说你是司务长，从吃的方面入手，更方便。拿着。我觉得徐浩就像一只猎犬，随时都有可能咬断我的脖子。定了3个点，怎么不是4个？啊，那个点有刘栋少，他们没发现吧？应该没有。这事儿啊，我真不想干了。从文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能
你有什么好消息？真是好消息，令堂已经被劫走了。被谁劫走了？孟建德！别激动，孟建德！别激动。 这不是为了你好吗？以后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宗文呐，你放心，以后你老娘就是我老娘。 千日用兵一时，你们是是是，坏呀！早不坏，晚不坏，偏偏在这个时候坏。古站长，有，给我好好查一查。是，局座，不是破坏，那是什么？是年久失修，风吹日晒。那你前天晚上为什么不说？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什么罪？死罪！ 死罪！党国的命运在此一举，贻误战机，枪毙你都是轻的。不过也没都坏呀。什么？几家好的，几家坏的？那还行，不是一共有八架吗？毛局长，好记性。 我有连这点记性都没有，别出来混了。是是是是是，六架是坏的。什么？就剩两架好的了。Yes sir。Yes。敢问毛局长，到底是多大的敌人？一个村儿。我还认为世界大战来了。 一个村一架飞机就淤了，多了也放不进去，两架容易撞上。哎呀，我是想轮番轰炸，把这方圆势力炸成无人区。两架轮着来就足矣。一个人只能死一次。 首长，嗯，好。首长，您都30个小时没休息了，睡吧。哎，睡。听人劝，吃饱饭呐。
徐司令，怎么这么慢？毛局长，已经不慢了。司令说的对，毛局长，咱们这个活不能快，忙中会出错的。到达目标上空，完毕。聂总，几点？侦察机，给轰炸机打前站的。哨兵，哨兵，快，快，拉发空警报！知道了。你还犹豫什么？你别忘了，你是党国的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已到达城南庄上空，已到达城南庄上空，请指示。明白，立即搜寻目标。刘从文，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已经干了提供坐标两次投毒的事，共产党会放过你吗？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就安全了？我们一封信就让你彻底完蛋。慢呐，叫不叫？叫不叫？要叫你叫，我可不敢挨死。不你，哎呀，敌机马上就要来了啊！从文呐，你可以不去，但是你就不考虑你老娘了？这会儿不是你老娘了？是是是，是咱老娘。从文呐，这次我们是不成功变成人呐。万一失败的话，我跟你陪葬无所谓，咱老娘的命可就……孟建德，我告诉你，我老娘要睡过三长两短，咱们谁都别想活。
你给我闪开！德胜同志，你怎么还不动啊？首长，醒醒！首长，首长，德胜同志，快醒醒！德胜同志，有敌情！哎呀，操操操！你们是草木子吗？德胜同志，有敌情啊！李德胜同志，据可靠情报，敌机就是冲你来的。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快回答！快回答！正在搜寻目标，正在搜寻目标。快，要快！明白，明白，要快。徐司令，飞机飞离目标上空。飞机盘旋，飞机盘旋，寻找地面提供的标志物。是，飞机盘旋，寻找地面提供的标志物。第一个，东北偏北40度。明白，东北偏北40度。第二个，东南偏东118度。明白，东南偏东118度。第三个，西南偏南210度。明白，西南偏南210度。第四个，怎么没有啊？别急，再找找。报告徐司令，只找到三个点，无法定位。三个点。继续搜寻，是，继续搜寻。怎么回事？两点成一条线，四点成两条线，两条直线的交叉点就是目标。可现在是三点连成三角形，却无法定位。他妈的，刘从志怎么搞的？连这点事他做不了。如果这次行动失败了，我告诉老头子开杀戒，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兄弟，自己人，自己人。还发什么愣？快走！快！发现了，发现了！好，迅速定位。哎，怎么还在动啊？看花眼了吧，飞机在动。这边。怎么回事？好的，交给你了，阿仙。好，走。快，警察下象棋。确定，好，迅速定位。第四个，西北偏北330度，明白。西北偏北330度，定位完毕，瞄准完毕，装填完毕，准备完毕，一切准备就绪，请指示。
投弹，命中目标，命中目标，命中目标！哈哈哈哈哈！扎得好，让毛泽东也尝尝美国炸。 蒋军飞机最近轰炸河北省富平县，并称是在轰炸毛泽东主席驻地，可惜他们连毛泽东主席驻地到底在哪儿也没有搞清楚。毛泽东主席现在安然无恙。蒋介石在战场上老吃败仗，黔驴技穷，想用飞机炸死毛泽东主席，这是痴心妄想。 毛局长，这怎么解释？校长，学生无能，我一定要再找机会将功赎罪。切勿忘，胡宗南在陕北苦寻一年，也未找到毛泽东，此次痛失千载良机。 看来呀，这个林彪同志，终于决定执行中央。
攻打锦州的战略决议了。此举将在军事上把国民党东北、华北两个军事集团彻底剪断。荣臻呢？到。华北我军应积极穿插运动，使华北蒋军不敢出关增援。对呀，解放战争啊，就好像是爬山呐。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困难的爬坡阶段已经是过去了。从此，我们将从胜利走向胜利。经过寒窗。